美女，美女，你也在这里等公交啊？哦，是啊。你今天穿的是啥呀？刚才那个男的呀，在笑你。笑我干什么？我今天这个衣服裤子穿的挺正常，挺好的呀。你确定吗？你屁股后面掉了个东西。屁股后面掉东西了吗？哎呦，这可能是我早上不小心的时候把这个睡裙给带出来了。美女，谢谢你提醒我呀，不然你看等一下我这坐公交车还不知道被多少人给笑话嘞。不客气。哎，不过美女，我问一下哦，你这身都挺好看，挺显瘦的，在哪里买的呀？我自己啊，其实是做大码服装的。我这个是个裤裙，你看着像个裙子吧，它里面啊是个短裤，很方便，裙子一放下来三角区也不会显。我肚子特别大，你看嘛，都170斤了，一提起来全都可以遮住。像我这种高腰 A 字摆的呀，可以把我所有的缺点给遮起来。那你看一下，我都快200斤了，不知道能不能穿呢。可以啊，这个裤裙可以穿205斤的，就适合像你这种腿型哦，像你这种肚子穿很好看。那在哪里买的？我也想要一套。就在视频下方小红书呀，便宜着嘞，这一套啊才百十块钱。